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罗马尼亚希腊主义的叛逆子孙。罗马尼亚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民族发明比较特殊，它的整个近代史和民族发明历史，跟希腊民族发明历史和奥斯曼主义解体历史紧紧纠结在一起的，难解难分。而且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演化机制，跟远东的大清帝国解散以后、辛亥革命以后、汉族主义和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可以说体现出无论东西帝国解体历史当中都会存在的某些共同的规律，对我们将来的民族构建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现在先考一下，先只强调一点，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其实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关系都非常小。今天罗马尼亚尽管它是一个19世纪中叶才发明出来的名词，但我们要讲罗马尼亚，就要先看看它的居民和政治体系的构成是怎么来的。首先看居民，今天的罗马尼亚境内这些居民，大体上讲跟今天的希腊境内居民基本盘相似，他们并不是在苏格拉底和君士坦丁的时代形成的，而是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蛮族入侵的巨浪中形成的。这个伯利克利时代的旧的希腊人，经过罗马征服和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残余，除了在沿海的某些岛屿和半岛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残余。这些居民的整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居民主体，都是罗马解体以后入侵巴尔干的第一波蛮族，就是我们熟悉的。俄罗斯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关系非常密切的斯拉夫蛮族的后裔，无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还是希腊，无论他们在历史发明中把自己说成是希腊人的后代还是拉丁人的后代，但是从血缘上讲，他们主要是这波斯拉夫人的后代。然后拜占庭复兴以后，把蛮族入侵占领的巴尔干领土次第重新收复以后，然后又爆发几次新的入侵。新来的人包括保加尔人、库蛮人、腓尼青的人，诸如此类，名不繁多。他们大体上来讲，都是从今天的中亚越过伏尔加河和乌克兰大草原，然后翻过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入侵巴尔干半岛。但是这些后来的蛮族的入侵跟最早的斯拉夫人入侵不一样，他们是有波度的，他们没有能够深入到巴尔干的最南端。也就是说，在最南端的今天的希腊王国、希腊共和国境内，大部分居民是第一波入侵的斯拉夫人的后代，而在半岛北边比较靠近喀尔巴阡山各山口的今天的罗马尼亚境内，库蛮人和腓尼青个人、保加尔人或者哈内亚蛮族的血统就要比，半岛南端的希腊更多一些。但是总体上来讲，他们血缘上主要是斯拉夫人，是斯拉夫人以不同程度掺杂了内亚血统的产物。北方掺杂内亚，越往北走，掺杂内亚血统就越多。但是从文化上讲，他们全都是希腊东正教徒，他们的文化来自于教会，他们使用的语言在整个中世纪使用的语言是教，就是后来产生俄罗斯西里尔字母和最古老的俄文的那一种教会斯拉夫语，这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母体，在以宗教而非其他其他方式分隔共同体的中世纪，他们的身份很明确，他们是东正教徒或希腊人。在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徒和希腊人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正如后来穆斯林、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和奥斯曼人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一样。在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巴尔干战拜占庭帝国后期和奥斯曼帝国初期，大概距今600年的时间内，巴尔干半岛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在内的人口才基本稳定。当时他们还没有想到把自己发明到跟古代的罗马人或希腊人有什么关系，只是简单的把自己看成是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总主教属下的希腊东正教徒。在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今天罗马尼亚所在的两个公国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地位，相当于是大明国和大清帝国境内的弗兰，由少量的中央直辖的郡县和大量的土司组成。这是它跟真正的罗马尼亚形成，也就是说，
后今天土耳其控制的东色雷斯，今天希腊控制的西色雷斯和保加利亚东南部，这个真正的罗马尼亚行省，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罗马尼亚行省不一样，他们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例如你可以理解北京或者是南京的大明朝或者大清朝中央政府，它统治河南安徽的平原是不成问题的，在这些平原地带上，完全汉化的平原地带上，全体都是边幅齐民的顺民，不存在土司。但是在湘西这些湖南这样遍布的山地和种族更加复杂的地方，郡县制就无法彻底实施，因此除了长沙、湘潭附近实施郡县制以外，周围湖南的大多数地方实际上是在土司管制下的。所以我刚才讲到的真正的罗马尼亚行省，拜占庭和奥斯曼罗马尼亚行省是一个实行郡县制中央直辖的地方，因为它是大部分是肥沃可耕的平原，居住的也是对中央政府没有反抗能力的顺民，在这里面征税任官都很容易，由中央直接管辖，由可以撤换的流官来治理。但是在更靠北方，在瓦拉吉亚和摩多瓦这两个公国，包含着许多蛮子，历代入侵的蛮子的后代，地方又比较贫瘠，收税也不大好收，所以威权就更加，只是在少数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地方在实行郡县制，周围分割的大量的土司，这些土司按照东正教徒的观念，伊斯兰教徒的观念和欧洲的观念看，都是相当野蛮的。所以中世纪才会产生所谓的吸血鬼公爵德拉库拉的传说，这位仁兄当然不是真正的吸血鬼，只是一个以残忍闻名的土司。他的公爵爵号跟欧洲的封建体系中的公爵其实不是一个词，但是近代的小说家威尔斯都是西欧人，威尔斯西欧的读者容易理解，就把巴尔干更加野蛮的土司发明成为类似西欧的公爵和伯爵，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吸血鬼伯爵这些传说。这些传说当然没有历史真实性，但是这种传说之所以能够产生，本身也就证明在比较文明的西欧人看来，这些地方的土司头目是多么的野蛮。比如说对于汉字世界的读者来说，卫斯理的小说为什么会是把一些传奇故事，什么下毒下蛊各种巫术之类的故事都放在说苗疆呢，让卫斯理白素之类的探险家不断到苗疆去寻找这些神秘的遗迹呢？就是因为在香港人或者是在自以为更加文明的广东人或者是上海人的眼中，苗疆、湘西这些地方就是既神秘又野蛮的地方。在拜占庭和奥斯曼两大帝国统治之下，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的地位就相当于是湖南包含着大量苗疆和土司领域的湖南在大明、大清两代帝国当中的地位。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帝国也很像是大清国征服大明国，大清继承了征服和继承了大明的十八省，把大明摇摇欲坠的中央集权体制恢复起来，而且更加强化了。奥斯曼帝国也是这样的，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迅速的占领了过去曾经臣服于拜占庭帝国的所有领土，包括特别是拜占庭的核心领土，相当于本部十八省的巴尔干半岛。在这些地方，原来拜占庭已经衰退的中央集权体制被奥斯曼重新整顿起来。原来拜占庭帝国没有办法有心无力，没有办法改属归流的很多土司领地，现在在异族的鞑靼皇帝统治之下，反而可以改属归流了。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地方也就是这样的，在拜占庭时代，他们还是可以说是由相当野蛮，但是也有一定自治权的土司来管辖的。在奥斯曼时代，奥斯曼的圣君贤相、中央集权主义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君士坦丁堡的雍正皇帝和鄂尔泰，经过100多年的努力，最终把这些土司领地一一削除。这消除的过程不完全是和平的，有很多情况下也需要有类似于君士坦丁堡的张广嗣这样的八旗将领或绿云将领出来出力，打了败仗的土司往往会被拖到君士坦丁堡的满门抄斩，这个过程也是充满了血腥的。总之，我们可以跳过这一段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总之是经过了100多年的改土归流，君士坦丁堡终于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两个土司领地大体上掌握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臣手里面。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的方式也跟清朝取代明朝的方式非常相似，奥斯曼帝国并不是把明朝的士大夫彻底消灭或者彻底压制了，只是让他们在满洲的统治下充当二等公民，而且还是可以做官，包括做大官的，只是最高一级的官在督府这一级，在中央这一级，
十八省的汉官要比关外的八旗子弟要低一等，做官要更难一些。但是八旗子弟和十八省汉官的区别并不是民族区别，而是等级区别。例如是只要是在入关以前投靠满洲的大明臣民，哪怕是血统上讲纯粹是江苏人或者是广东人，他们也会被列为八旗子弟，照样跟出身蒙古和满洲的八旗子弟同样享受特权。是相反，本来是蒙古或者是满洲的满族将领被大明收兵收编当了总兵，然后随着十八省被征服的这些本身血统上是内亚人的人，也会跟江苏或者是广东士大夫一样变成二等公民。但是二等公民权利还是相当多的，士大夫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大多数发财的商人也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差不多是这样，奥斯曼人当然是第一等，但是东正教希腊人不是米勒特也是第二等，他们当中出了很多商人，也出了很多行政官，他们跟满洲八旗或者说是鞑子皇帝主要区别在于，他们二等公民体现在于他们如果不加入，如果不肯改信伊斯兰教，加入土耳其禁卫军，这就相当于是加入八旗的行列，只要坚持东正教希腊人的信仰的话，那么他们是无权掌握武器，无权当兵的，不能当兵，不能打仗，那么他们在帝国的等级当中就只能屈居于二等公民了。在这些居于二等公民的东正教希腊人当中，包含着各种在当时看来只是地域性区别和风俗性区别的地方，包括今天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诸如此类的，只要是整个利环特中东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属于拜占庭和奥斯曼两帝国辖下的希腊东正教徒，无论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人认为他们是不是同一家的，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同一家的。就像是大清帝国境内，只要是十八省大明朝旧疆域里面出来的儒家门徒，无论你血统上是怎么样的，他都会把你叫做汉人，但不是汉族。汉人是一个政治等级，不是民族。同样，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东正教徒这个米勒特也不是民族，而是一个政治等级。尽管后来奥斯曼主义的十九世纪以后的有些奥斯曼主义发明家企图把这些几个米勒特发明成几个不同的民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初期这种情况还是不存在的。奥斯曼帝国在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境内完成了改土归流的大业以后，就把政权从武官转移到文官手里面。这些文官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他们聚集在君士坦丁堡城的范纳尔区，因此也被很多人称之为范纳尔人。他们既是今天希腊民族的鼻祖，也是今天罗马尼亚民族的鼻祖。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拜占庭帝国以后，就像是明朝的臣民在大清国征服了大明国以后，不愿意改变信仰，做伊斯兰教徒做鞑子，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做生意发财。是经过几百年的经营，他们在做生意的方面，在读书的方面，甚至是超过了就征服他们的满洲八旗或者是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因此奥斯曼帝国认为在他们中间选拔行政官或者商业方面的官吏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官吏不需要使用武力，因此也不需要由八旗子弟或者禁卫军来充当。在改土归流已经完成，组成今天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两公国基本上已经郡县化的时候，就不用再派八旗武官去当官了，可以由文官来代替武官。于是奥斯曼帝国中期组成今天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两公国就交给了范纳尔希腊人的士大夫阶级手里面，他们是文官。当然他们在帝国奥斯曼帝国境内当官是做的很多的，包括外交官、贸易方面的官员、各地的督府之类的，就范围不仅仅限于今天的罗马尼亚。但是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当官的就范纳尔人统治了今天的罗马尼亚，但是当时还没有罗马尼亚这个词，一百多年。现在的罗马尼亚的前提之所以会变成今天的罗马尼亚，跟他们有一定关系。但是当时在做这些官员、做这些总督巡抚的范纳尔人，正如在清朝末期在云南、湖南担任巡抚的汉官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大清帝国下的汉人，这些汉纳人也认为自己是奥斯曼帝国下的希腊人，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因为当时还没有罗马尼亚民族，而罗马尼亚作为行政区划罗马尼亚，实际上并不包括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两个公国。
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希腊人，因此在忠于帝国、替帝国收税、管理行政事务之外，他们也还继续发扬文化。按照现在话说，他们就是，相当于大清帝国境内的曾国藩这一流人物。他们在一方面对满洲皇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各式各样的书院，翻译翻刻王传山、顾廷明之类明朝遗命的书籍，在文化上复兴大明文化。大清帝国认为，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忠于大清帝国，能够完成大清帝国交给他们的任务，在政治上、在文化上搞些学校教育、搞些出版事业、复兴大明文化，这对大清帝国是没有损害的。统治瓦拉吉亚诸公国、改土归流的这些泛纳希腊人总督也是这样的，他们一面为奥斯曼帝国办事，一面振兴东正教希腊语的教育。经过他们一百多年的经营，今天罗马尼组成罗马尼亚的两个核心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公国的上层和中层人物，接受过高等中高级教育的人，一般都会说希腊语，一般都是以希腊语为主要教育语言的。正如大清帝国末期的弗兰巡抚治下的大多数书院，他们的主要，他们虽然到朝廷上跟满洲人和蒙古人打交道的时候需要说点满语，但是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学校教育这方面，主要是用，主要仍然是用汉字，仍然是特别是要复兴古代先王夫斯这些古代明朝时代的弗兰先贤的文化。泛纳的希腊人就用这种方式为未来的希腊民国和希腊语教育做好了准备。当然，在曾国藩之后，必然会产生章太炎。第一批首先振兴希腊语教育的是对奥斯曼帝国忠心耿耿、没有二心的，为达子皇帝效力的希腊大臣、希腊巡抚、希腊总督。但是在他们培养之下，讲汉语或者是讲希腊语讲这些学生就开始自然而然的会发现，在奥斯曼帝国的朝廷之上，他们是二等公民。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他们跟愿意改信伊斯兰教的鞑靼人或者是其他人，哪怕这些人原先跟他们是同胞，但是改信了伊斯兰教以后就被划入巴西子弟了。跟这些人相比，他们是没有平等待遇可言的。而他们又觉得，我们的希腊文化和东正教信仰其实是比你们的内亚文化和伊斯兰信仰更加高等的东西。我们在文化上比你先进，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却被你们压在脚下，心里面自然产生了不平衡感觉。于是就产生了希腊的新文化运动。希腊的新文化运动是希腊革命，类似于辛亥革命的希腊革命的真正起源。而在希腊新文化运动当中，瓦拉吉亚人，也就是今天罗马尼亚的始祖瓦拉吉亚人起的作用，反而比今天名叫希腊的那个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人起的作用更大。这事也不奇怪。如果你看东方的远东的新文化运动，你就会发现弗兰人和江苏人、浙江人起的作用比今天的台湾大。你不能，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就今天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然而创造了中华民国国语的主要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首先是王夫之和曾国藩那批人，然后又是章太炎和胡适那些人，这些人全都不是台湾人的。那么这就要涉及到希腊主义本身的演变，而这个演变的过程，东方的汉族主义和西方的希腊主义是一模一样的。希腊主义开始演变的时候，它就是包括泛纳人督府在内的所有东正教希腊人兴办教育。这些教育当然是不限于瓦拉吉亚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也包括不仅是今天的罗马尼亚，还包括今天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今天的希腊和今天的土耳其大部分地方。因为希腊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文化上差别，而不是种族上差别。同样是拜占庭和奥斯曼臣民，你如果改信了伊斯兰教，加入了巴旗或者是禁卫军，哪怕你原来是拜占庭的东正教臣民的话，你也可以变成奥斯曼人和穆斯林。反过来，如果你皈依了东正教，哪怕你原来是内亚人，你也会被归入东正教希腊人范围。所以无论是西部的巴尔干半岛，今天罗马尼亚希腊所在巴尔干半岛，还是东边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今天的土耳其所在安纳托利亚半岛，满人和汉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东正教和穆斯林都是交错居住的。虽然西部的东正教徒多一点，东部的东正教徒少一点，西部的突厥人少和穆斯林少一点，东部的突厥人和穆斯林
多一点。但是无论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满汉杂居，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杂居，突厥人和希腊人杂居的。所以希腊人担任督府和奥斯曼帝国大臣的人也是遍布着奥斯曼帝国各地，无论是在巴尔干各地还是安纳托利亚各地，到处都有翻纳的希腊人大臣，到处都有他们新办的学校，自然各地这样学校里面都会产生希腊新文化运动的苗子。由于各种历史特殊原因，包括在瓦拉吉亚公国境内任职的泛纳人大臣特别励精图治，以及该地在地理上比较接近于奥地利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接受的西欧先进影响比较多，总之是在新办新学的过程当中，瓦拉吉亚暂时领先于奥斯曼帝国各部分，包括领先于小亚细亚和今天的希腊境内，结果导致发明希腊民国和希腊民族的这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居然有三分之二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境内，希腊今天的希腊境内反倒是不足三分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不足五分之一，因为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还占了很大一部分份额。可以说今天台湾人使用的那些国语是湖南人、浙江人、北平人发明出来的，台湾人本身基本上没起什么作用。希腊人在通俗希腊语，就是十九世纪末期的希腊标准语言当中起作用也是差不多。通俗希腊语的发明家按照秩序的活动家按照重要性来计算的话，大体上是今天罗马尼亚境的瓦拉吉亚占第一位，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占第二位，今天希腊境内反而只能占第三位。历史上无论希腊还是罗马尼亚历史，对他们的语言和民族独立的英雄人物记载都是相同的，只是罗马尼亚人会说这三位主要的新文化运动活动家当中有两位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就是李加斯和埃欧斯波，第三位就是我上次做希腊主义演讲的时候提到的地地道道的希腊人柯伊斯。按照1826年的希腊民国的逻辑来看，他们都是希腊民国的人，都是是奥斯曼帝国的革命家和希腊民国的国父。但是今天的希腊中学课本把他们三位都说成是希腊人，而今天的罗马尼亚中学课本却把前面这两位说成是罗马尼亚人。但是按照他们当时的自我认定来说的话，可以说在他们当时搞新文化运动和发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三位都认为自己是希腊人，他们想要建立的都是希腊民国。这个做法就好像是房新和宋教仁、陈其美他们不会说，房新不会说是我是湖南民国的公民，我发动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湖南民国。陈其美不会说是我发动辛亥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上海民国，他们会认为他们发动辛亥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可以接管大清帝国东正教部分，也就是汉家部分十八省的一个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和上海军政府都是他们建立中华民国计划的一部分。这三位新文化运动家的看法也是这样的。还有第四位新文化运动家就是菲奥雷斯，他是希腊民国宪法的制定者，但是希腊民国宪法的制定也有刚才提到的后来被罗马尼亚人发明成罗马尼亚的李加斯成功了。李加斯还除了对希腊民国宪法有贡献以外，他还写过另一部作品，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历史地位相当于陈天华在东京出版的《猛飞头和警世钟》。这部小册子的名字叫做《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就是组成现代罗马尼亚、被发明成现代罗马尼亚的拜占庭的土司领地和奥斯曼帝国的行省，由泛纳希腊人的督府统治的这两个行省。当然，他就是希腊主义发明家、希腊民族发明家、希腊宪法制定者李加斯的故乡。但李加斯本人的政治理想，在1820年代的政治理想，当然并不是要把瓦拉吉亚建立成为瓦拉吉亚民国或者是罗马尼亚民国，而是要把瓦拉吉亚建立成为希腊民国的大都督的瓦拉吉亚大都督府。希腊民国的疆域要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小亚细亚，也包括君士坦丁堡。他们要驱逐鞑虏，恢复希腊，
当然他们计划的首都并不是雅典，也不是布加勒斯特，而是君士坦丁堡。布加勒斯特在他们看来只是未来的希腊民国的弗兰省的省份长沙而已，建一个都督府那就是足够了，根本不会考虑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问题。当然革命很快就由理论进入行动，通俗希腊语和古典希腊语的差别大体上就相当于福斯兹的白话文和孔子的文言文的差别。通俗希腊语这几位新文化运动者希腊主义者发明的总结出来的通俗希腊语跟苏格拉底和伯利克利的古典希腊语的关系，也就是文言文跟白话文的关系。白话文表面上看是像跟西欧各国的国语运动那样，要用大家通俗的语言，要用老百姓阿公阿婆的通俗语言来取代只有高级教师、高级士大夫才能懂的书面文言文，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在于希腊主义像汉族的发明一样，他不肯完全舍弃奥斯曼主义或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帝国遗产，他只是想把帝国缩小一波，还是要把比如说湖南、广东这些口语方言各不相同的地方发明成为同一个希腊民国，因此他就不能走西欧路线。按照西欧路线，各地的方言分别发明成为国语，那就变成瓦拉吉亚人发明出瓦拉吉亚语，希腊人发明希腊语，君士坦丁堡人发明君士坦丁堡语。那么他们辛辛苦苦革命，从八旗子弟从鞑靼皇帝手里面夺回这个江山，自然就恢复不了大明朝的十八省，实现不了他们为崇祯皇帝报仇建立大国的理想了。结果要让十八省的居民都能够同时使用，结果呢，新发明出来的白话文或者通俗希腊语仍然会是一种书面语言，只有受过学校教育才能看得懂，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阿公阿婆仍然是听不懂的。布加勒斯特的阿公阿婆和雅典的阿公阿婆彼此之间讲的方言是没有办法沟通的，特别是布加勒斯特人各种蛮族的成分比雅典人要多，而雅典人当中各种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的成分又要比布加勒斯特人多。但是通过科伊斯和李加斯这些人发明出来的共同的白话希腊文，他们就可以在书面这个层上去沟通了，口头上沟通不了，这是梁启超和福斯也同样解决不了问题。无论如何，事情就只能这么办了。他们拿着通俗白话希腊语作为自己的文化武器，拿着希腊民国宪法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在1821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希腊辛亥革命。希腊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当然是在瓦拉吉亚，也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的首都，当时只是一个省，就相当于是武昌和长沙这样一个省份的布加勒斯特打响的。布加勒斯特起义建立了希腊民国，希腊民国的革命英雄和正如希腊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英雄一样，三分之二都是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人，而不是今天的希腊人。当然这些人在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发明罗马尼亚民族，所以也是理直气壮的说我们也是希腊人，像房西和宋教仁那样认为我们也是希腊人的。希腊独立战争的三位干将，一位是塞维亚的卡拉乔治，一位是今天的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的罗马尼亚，今天的瓦拉吉亚的伊普西的弗拉迪米雷斯库和伊普西兰迪斯，还有一位是今天被发明成罗马尼亚，在当时只是摩尔多瓦的赫里斯波。希腊各路民军在巴尔干各地起事，但是打得最艰苦、效力最大的也还是布加勒斯特的瓦拉吉亚民兵。瓦拉吉亚民兵不仅因为他们是毕竟还是沾染了一部分土司的遗产，比较彪悍善战，不像是今天保加利亚当时罗马尼亚省省腹地那些长期习惯于郡县地带的富裕农民那样比较软弱不能打。另一方面呢，他们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个边疆要塞，同时也比较地理比较接近边疆，容易接受来自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援助，所以他们最先发难，从南下镇压的清军，也就是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就是西上镇压革命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打得最努力，牺牲最多。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是最先牺牲的一批，而且民军各路起兵的民军也正如辛亥革命起兵的民军一样，他们内部也是不和的。大都督是人都想做的，而谁该做大都督，谁的功劳最大，也是
一个扯不清的事情。陈其美和李书成为了争上海都督差点打起来，陈其美和陶金章为了争都督的职位，结果陈其美派蒋介石去刺杀了 陶金章。瓦拉吉安革民军的情况也是这样，两位重要的革命领袖弗拉迪米雷斯库和伊普西兰迪斯本人就不和，最后弗拉迪米雷斯库被伊普西兰迪斯这手下人给刺杀了。当然这是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家的看法。这件事情像民国初年的宋教仁遇刺案一样，也是希腊历史和罗马尼亚历史上的千古一案，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位。按照希腊东学教科书上的理解来说的话，他们两个人是情同手足的革命兄弟，根本谈不到谁刺杀谁的问题。如果有人刺杀了他们，那肯定是奥斯曼帝国派来的奸贼，或者是因为极少数领不到军饷或自私自利的混进革命队伍的流氓无产者干的。罗马尼亚方面呢，就东学教科书呢，则把弗拉迪米雷斯库看成主要的罗马尼亚独立战争的英雄，把伊普西兰迪斯看成受俄罗斯和希腊影响的，把弗拉迪米雷斯库的遇刺看成是希腊人迫害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被希腊人迫害的第一个例子，变成罗马尼亚脱离希腊另建民族的一个第一个证据，就像俄罗斯人对现代的，不是，就像乌克兰人对现代的俄罗斯人一样，说俄罗斯人如何如何出卖他们，希腊人如何如何出卖罗马尼亚人。尽管这两个人当时都还是自以为是希腊人而不是罗马尼亚人，比较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他们两个人首先是有争权夺利方面的斗争，意见不合，然后在兵变当中，弗拉迪米雷斯库被变军杀害。这次兵变虽然不一定是伊普西兰迪斯本人直接下令或者是直接指使的，但他是兵变的主要受益者，没有问题。兵变以后他变成了瓦拉吉安大都督的唯一候选人，可以统一整个北方地区了，可以变成一方大军阀了，没有他还有另一位革命领袖情况下，他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十分稳当。但是仅仅是这样，这只是一个根据动机的合理怀疑，并不能说事情一定是他干的。因为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他为了争权夺利指使别人干的，也有可能是确确实实是出于偶然事件，因为军饷或其他方面关系，叛军是自己想要杀人的，然后杀了人以后自然而然的为了害怕被追究责任，或者是因为害怕，或者是害怕奥斯曼帝国打起来没有一位名将带领打不赢，然后他们自己就跑来归附现在他们近处的另一位名将，尽管这位名将并不是指使者，但是事情发生以后是确实为当地唯一能收集残局的人和唯一能保护他们的。这两种可能性照现有的证据来看也是分不清楚的。OK， 无论如何，在非常类似于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奋战的那种状态中间打了几年，明军和明军之间也自相残杀，明军和清军，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之间也不断打仗，打到一定程度以后，渐渐的奥斯曼帝国还是从辛亥革命初期的奋战中渐渐重整旗鼓，重新开始占上风，砍下了亚历娜总督阿里的头，攻陷了布加勒斯特。瓦拉吉亚残余的民军在伊普西兰迪斯的带领之下渡过多瑙河逃到了奥地利，然后清军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军队席卷巴尔干，长驱南下，和从海路南下的埃及军队一起深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现在残存的希腊民军和希腊民国似乎已经是奄奄待毙，眼看就要完蛋了，但是这是列强干预的。列强干预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舆论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军队镇压革命，当时自然也免不了像内亚人和亚洲人常见那样要烧杀抢掠一番。烧杀抢掠，但是时代不同了，在中世纪时候烧杀抢掠，不算个事儿，而且大家也没有什么新闻记者来报道。但是现在已经是十九世纪，新闻记者来了，相应的报道传遍了整个欧洲，舆论大化，什么西亚岛的屠杀这样的油画都产生出来了。这些油画在当时的地位，就相当于是现在比如说伊斯兰国砍头的视频一样，在网络上一流传，全世界都知道伊斯兰国在砍头了。如果是在中世纪，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当时是没有网络，但是当时的诗歌、报纸和绘画也就发挥了今天网络类似作用。于是就有拜伦、雪莱和维克多·雨果这样的大诗人跳出来组织亲希腊委员会，由画家画出西雅岛大屠杀这样的名画来震动欧洲人的良心。像雪莱这样的亲希腊主义者，他的话很能够代表当时欧洲的浪漫主义舆论，或者说是开明人士的舆论。我们当中凡是比较熟悉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
读者都非常清楚，基本上所有英国、法国、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家都写过关于希腊革命的诗歌和文学，他们的调子都差不多的，以雪莱为代表，他们是这么说的：希腊是我们欧洲的祖先，我们的文化来自于希腊人，雅典城邦教开创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希腊的艺术家教会我们怎样做雕塑和绘画。我们之所以跟野蛮人有所不同，无非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希腊人的异教。然而，今天的希腊人在异教徒、伊斯兰教徒和暴君的蹂躏下呻吟，而我们这些欧洲人却视若无睹，好像我们没有得到过古希腊人的恩惠一样。这是多么可耻！然后最后这一句就是余杰在911事件爆发时期说的台词：“今天晚上我们都是美国人。”雪莱台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都是希腊人。”然后。拜伦写了一首诗，雅典牵着我的心和灵魂。维克多·雨果写了一首诗，到希腊去，到希腊去。总而言之，大家现在不去援助希腊的，就是歪种，没有良心。好，于是大批的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班尼勋爵这样的带着钱、带着军火、赤膊上阵去援助眼看就要垮台的希腊残余民兵；另一方面是英法。本国的国内进步舆论向本国国会施加压力，要求本国议员出来管一管。拜伦就曾经说过，如果还有人能够拯救欧洲，那就是自由党的领袖坎尼勋爵。保守党的卡斯尔雷是准备互不干涉内政，奥斯曼帝国内政，奥斯曼帝国自己去管。英国人最好是刚刚打完拿破仑战争，应该休养生息，好好做生意发财，闷声大发财，没有必要再去劳斯桑台去管一些不吉之物。但是舆论终于是发挥了作用，最后坎宁取代卡斯尔雷勋爵死后，坎宁取代卡斯尔雷当上了首相，当上了外交大臣，英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再加上相当于东京同盟会的希腊友谊社，他就是这个友谊社，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几位希腊革命家在俄国奥德萨。俄国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作用，相当于是日本在辛亥革命当中发挥作用。在组织的友谊社的社长，在当时恰好又是俄罗斯帝国的外交大臣，于是英法俄几个大国讨论一下，觉得为了人道主义起见，必须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强制双方停火。然后接下来的故事，我在希腊主义那次上次演说中间已经提过，联军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强制维和，然后土耳其和埃及舰队拒绝接受强制维和，发生了拉瓦与诺湾事件，结果埃及和土耳其联合舰队被歼灭，希腊民国得救了。根据列强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和伦敦条约，在英法俄三国保护之下成立了独立的小希腊国，但是这个希腊国不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地方又被列强归还，已经被土耳其重新占领了，又被列强承认了继承事实。干涉在希腊南巴尔干半岛南部，又是今天的希腊境内，是列强的联合干涉。但是，正如我们在东亚也经常看到，俄国人总是另外有一手。大家都知道，在庚子之乱，义和团起兵的时候，八国联军入京来保护传教士和外国侨民和外国使馆的时候，全世界各国都派了军队，包括俄国，然后大家共同讨论善后事宜，在恢复了北京的秩序和安全以后，共同讨论善后事宜，俄国也参加了。但是俄国人还派出了另一支军队，一路打从海参崴一路打到山海关，把整个满洲都占领了。这一支军队只有俄国人出，俄国人立场是八国联军当中有俄国人一块，由各国共同解决，满洲完全是俄国的事，俄国人自己的事情，英国、法国、日本、美国都不干他的事情，满洲全归俄国，八国联军俄国也有一块。俄国人在列强联合干涉希腊这件事上做法也是一样的，欧洲列强的联军开从海路开进拉瓦里诺，救出了危殆旦夕的希腊民国，这件事情是欧洲列强全都有份，俄国也有份。但是与此同时，俄国人另外派了一支军队越过卡尔巴阡河、多瑙河，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两个公国完全占领了，就像他在1900年顺便把满洲占领了。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希腊的事情，俄国人和西欧列强一人一块，大家分蛋糕；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的事情，对不起，俄国全部包办，完全属于俄国，其他人通通靠边站。
尽管俄国外交官在列强会议的时候，在圣彼得堡条约和伦敦条约的时候也规定把满洲交换给大清，也就是说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两公国交换给奥斯曼苏丹，但是这个交换只是法律上和字面上的。从法律上讲，这两个公国已经回归到奥斯曼帝国领土上，但是俄国军队用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东亚历史都能够想象的各种手段，在满洲，也就是说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两个公国耐着不走，一口气耐了30年，一直耐到克里米亚战争为止。在这30年当中，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当时还没有不存在罗马尼亚法律上的统治者是大清国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在事实上的统治者是俄国驻满洲占领军，也就是说俄国驻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占领军。这件事情不仅使奥斯曼苏丹不高兴，因为他想要把这些地方，他自然的就像满洲皇帝想要收回满洲一样，想把这些地方收回来，让希腊不高兴。希腊人本着希腊主义的原则，很想也是想把奥斯曼在将来的下一轮革命当中把整个巴尔干小亚细亚重新拿回去的，同时也使所有的欧洲列强都不高兴，觉得俄国人简直是帝国主义背信弃义，大家说好了一阵一会的到希腊去就行了，谁知道你又宁愿插一手把满洲给我们占去，而且还是独占的不给我们分。但是无可奈何，俄国人就这么干啊！英法等西欧列强虽然对俄国不高兴，但是还没有不高兴到愿意为此对俄国开战的地步。于是这两公国就落到了俄罗斯的占领之下。俄罗斯当然在这两公国建立傀儡政权，于是就出现了龙应台女士著名作品《1949年大江大海》。这个故事在希腊民国境内就是1826年大江大海。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的精英坐着英国的运输船，在俄国军队和奥斯曼帝国军队以防俄傀儡军的一路追杀之下，流着眼泪告别故土，踏上了驶向台北的最后一班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踏上了驶向雅典的最后一班船。他们起兵的时候跟雅典伯罗奔尼撒的民军领袖一样，是要建立大希腊民国的。他们当然认为台湾也是我的家，台湾和湖南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湖南人在中华民国当总统，还是在台湾当大都督，这两者是没有任何区别事情。而且，革命政府好不容易流亡到雅典，当然要论功行赏。革命军当中，湖南人既然占的比台湾人要多的话，那么湖南人当官也就特别多，于是就造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对于今天的希腊来说的话，今天的希腊中小学生恐怕很难理解，希腊独立以后为什么最初的两位首相居然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中小学生也感到很难理解，为什么罗马尼亚在19世纪中叶一时拐了一个弯，不在罗马尼亚本土给拐到希腊去了。这两位仁兄的名字我介绍一下，他就是希腊列强建立的巴伐利亚王朝的第一希腊王国的第一任首相马夫罗科达多斯，以及第二任首相科勒提斯。这两位仁兄在既是今天希腊中学课本的希腊民族英雄，也是今天罗马尼亚中学课本的罗马尼亚民族英雄。因为在19世纪中叶，罗马尼亚的精英阶级和希腊的精英阶级都认为他们将会建立一个讲希腊白话语的大希腊民国，而希腊民国溃退到台湾，我是说溃退到雅典，跟中华民国到台湾一样是暂时的，反攻大陆、反攻君士坦丁堡是早晚的事情。第二任首相科勒提斯在希腊的宪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希腊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真正创始人。他创立说白就是政党分赃制，根据英国的要求，希腊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因此就要召开国会，召开国会自然就要举行政党政治。但是当时希腊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政权实质上是垄断在参加革命、参加希腊辛亥革命那些革命军将士流亡到雅典那些革命军将士手里面。这些革命军将士大多数是希腊民国北部的人，照台湾的说法就是他们属于中华民国沦陷区的，而不是属于中华民国自由区。中华民国自由区
在最初的因为在当初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军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在封官的时候占的位置也比较少。但是如果举行选举，那么问题就来了。尽管1864年的希腊民国宪法明文规定，希腊民国的公民包括全世界的使用白发希腊语的希腊人，也就是说除了希腊王国境内，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金马台盆地区的希腊人以外，还包括奥斯曼帝国，也就是中华民国大陆地区或沦陷区防俄统治地区的18省的希腊人，以及包括广大侨胞，也就是居住在伦敦、圣彼得堡、奥德萨和全世界的所有希腊侨民。结果除了我刚才介绍的那两位罗马尼亚人像弗兰跟马英九一样当中华民国总统以外，后来还出了几位希腊首相是出生在伦敦的，是根据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的规矩，中华民国在海外的侨胞在选举的时候还要在中华民国的国会当中占据若干席位。这种做法使英国人、俄国人和欧洲列强都不大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战争的根源。英国国会通过的与希腊关系法明文规定，像旧金山条约和台北条约一样明文规定，英国皇家海军只负责保卫阿达腊山以南的希腊领土，就相当于是只保卫金门岛以东的中华民国领土。所谓的中华民国沦陷区是中华民国单方面的说法，大英帝国不曾买单，大英帝国不会保护国民党反攻君士坦丁堡或者反攻布加勒斯特，不会保护你反攻南京或者反攻武昌。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去反攻，只打嘴炮，在自己的小学教科书上无论如何说的话，大英帝国也不来管你。但是你自己要清楚，你如果自己去打的话，责任是由你自己负的。这两者之间差别，后来1897年反攻大陆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部分，先跳回来。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位首相就是运用这个方式，既然要举行选举，实际上沦陷区的18省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占领下的大多数在希腊人口大多数的希腊人，出于现实政治理由，他们根本没有参加投票的可能性。也只有台湾岛占中华人民合法选举人极少数的台湾岛居民才能选出中华民国的万年国代。那就产生一个问题，第一年第二年还好，流亡来的弗兰人当总统和总理，当希腊的首相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时间太长了以后，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必然会上升。万年国代你永远都不能改选，你要改选怎么改选呢？你到君士坦丁堡去改选，问一问土耳其苏丹同不同意，他当然是不会同意了。你到布加勒斯克去改选，你问问俄罗斯皇帝同意不同意，他老人家自然也是不肯同意的。既然改选不可能，那就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现象。雅典和斯巴达的选民们选出的议员每隔几年就要重新改选一次，以布加勒斯特和君士坦丁堡选出的议员那就是万年国大了，因为你在辛亥革命当时当选的国民大会代表，然后当了希腊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或者第二任总理之类的，然后你就是万年国代永远不下台了，别人都要下台接受民主的考验，唯有你永远不下台不接受民主的考验，这样下来本省人和外省人必然就不满了。在本省人看来，你这些讲瓦拉底亚方言的人跟难民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我们雅典人或者斯巴达人给你们提供了个地方，你们却没有被奥斯曼人和俄罗斯人杀掉，结果你们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觉得你是上等人，你讲的国语比我们讲的标准，你倒是霸占了所有重要官职，好像我们是你们殖民地一样。他妈的，我们推翻奥斯曼帝国为了此呢？不就是为了不做殖民地吗？结果奥斯曼帝国走了，来了你们这波外省人，你们跟奥斯曼帝国有什么区别？你们不是殖民者，谁是殖民者？于是，因为希腊的两个希腊王国，奥托国王的希腊王国和乔治国王的希腊王国，都是在政治上都是依靠大英帝国保护的，而大英帝国保护你的条件之一就是你必须实行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实行把万年国代一直维持下去。要实行选举的话，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必然会突出，这样一来又紧跟着引起了争夺教育权的斗争。当然，流亡到雅典的外省人是很希望把全世界希腊人都通用的白话希腊文作为小小的希腊王国的标准语言，但是小小的希腊王国的新一代改革家就
像帕里斯这种人就觉得台语、闽南语才是我们雅典和斯巴达阿公阿婆习惯的语言，你们讲的那些国语让湖南人马英九、龙应台讲起来很合适，我们的阿公阿婆听不懂啊。就像我们既听不懂奥斯曼人的突厥语，也听不懂你们所谓通俗希腊语。奥斯曼是征服的倒也罢了，你们通俗希腊语一点都不通俗，你通俗个鸟！我们另外根据自己的方言土语再发明一种现代希腊语怎么样？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搞到最后，因为实际上广大海外侨胞能够参加投票的很少，沦陷区居民能够参加投票的很少，最后都是本省人参加投票，结果他们终于在国会占了多数，最终在十九世纪末把本省的闽南语，又是今天的现代区大语，改成了中小学的通用语言。这是放在台湾，就像是台湾中小学废除文言文和国语，把台语作为中小学的标准语言一样。这样一来，就把寄居在台湾的外省人，像马英九和龙应台这种人判了政治上的死刑，他们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在政治上有任何出路了。于是他们在自己在政治上完蛋前的最后机会，发动了1897年的北伐战争。按照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与希腊关系法是英国人偏袒希腊人，歧视奥斯曼人，因为他等于是规定奥斯曼人如果越过阿达腊山进攻雅典的话，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会干涉的。但是如果希腊人北伐，打到君士坦丁堡去，法案却没有说过英国人会保卫奥斯曼帝国，也就是说英国人其实拉偏架的，他保卫希腊，但是不负责保卫奥斯曼帝国。但是在台湾，也就是在雅典的国粉当中，却滋生了这样一种舆论，就是说是我们反攻大陆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肯尼迪总统一天到晚对我们管头管脚。本来1960年奥斯曼帝国摇摇欲坠，大饥荒已经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蒋公眼看就要反攻大陆成功的时候，偏偏肯尼迪这总统跳出来说是你力量不足，没有资格反攻，等一等吧，结果把大好机会多。耽误了。我们如果能够摆脱美国人的约束，摆脱与台湾关系法的保护的话，我们自己去北伐的话，在广大希腊同胞水深火热之下的希腊同胞的揭竿而起配合之下，我们北伐一定会成功的。最后英国人被他们骂烦了，觉得这些人简直忘恩负义，你们能够活到现在全靠皇家海军保护你，结果你们还说我们是帝国主义，说我们犯人的好事，很好，我们让你去打。这就是相当于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参议院实行那种放蒋出笼的政策。按照光荣与梦想说法，放蒋出笼的结果就是他们很快发现蒋介石没有牙齿，蒋介石在笼子里面说在笼子保护之下共产党不敢打他，放蒋出笼以后刚刚打了几仗，结果是蒋介石不但没有能够反攻大陆，反而把浙东的一江山和大陈岛也丢给了共产党。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蒋介石重新飞到笼子里面，由皇家海由美国海军保护。1897年战争结果也是这样的，希腊人刚刚跑出笼子去北伐中原反攻君士坦丁堡，战争才刚刚打了6个星期就一败涂地，奥斯曼帝国不但夺回了被希腊人夺去的所有领土，而且越过阿达腊山向雅典长期直入，这也是希腊人顾不得面子，只有乌克兰和再一次向大英帝国求情。大英帝国呢，按照理想主义的看法，为了自由民主，为了人权，为了基督徒的公义，为了反对亚细亚的野蛮人，巴拉巴拉诸如此类。按照现实主义的看法呢，为了势力均衡，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占上风，为了让奥斯曼帝国的偌大疆土永远不会统一在一个统一帝国的手里面，以免对英国人造成威胁，无论是为了理想主义理由还是为了现实主义理由，1897年苏尔斯伯里勋爵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我是说那是克林顿总统了，我是说苏尔斯伯里勋爵派出了两艘战列舰到马尔马拉海，对着君士坦丁堡开了几炮，土耳其苏丹听到炮响以后，想起俄罗斯帝国对他有重大的威胁，只有大英帝国能够保护他免遭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于是就及时的从希腊召回他的部队。希腊人经过了1996年的危机，伟大理想或者是反攻大陆遭到致命的打击。最重要的是，在1826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1949年大江大海的美国运输船、英国运输船逃到雅典而现流亡者的已经是七老八十，死得快要差不多了。新一代的人，他们的孙子已经跟本省人基本上融合了，他们也不再会说柯蒂斯和瓦加斯的通俗希腊语，而是只会说闽南语或者是本省话，也就是现代希腊语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投票会支持柯文哲，或者是本省派本土派政党，对反攻大陆失去了兴趣，于是希腊主义者在希腊今天的希腊境内彻底完蛋，
后来构成罗马尼亚的瓦拉吉亚的精英、流亡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也消磨殆尽。新一代罗马尼亚的，由瓦拉吉亚的精英，要从在俄罗斯占领之下重新培养起来。在俄罗斯占领期间，他们一度，那也就是在1949年没有跟着农英台和马英九逃到台湾那些精英，还也像是湖南人对毛泽东那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发动了起义。但是俄罗斯帝国比奥斯曼帝国更加强大，反抗辛亥革命中反抗大清能够成功的这些技术，反抗毛泽东和反俄就不能成功了。所以这一批少不更事的少年革命家，不但没有能够重演布加勒斯特起义的光荣战绩，还被俄罗斯帝国镇压的七老八十，镇压的一五一十，最后不得不逃到巴黎和维也纳去避难。瓦拉吉亚和摩拉维亚两个公国在俄罗斯的军事战统治下万马齐喑，谁也不敢放屁。瓦拉吉亚人和摩拉维亚人本土的新一代完全没有能力推翻俄罗斯，像推翻奥斯曼帝国一样推翻俄罗斯，但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却迫使俄罗斯人不得不撤出这些地方，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我们刚才提到过，俄罗斯占领这两个公国，使得欧洲列强都觉得很不高兴，但是还没有不高兴到直接去打他的地步。但是等到克里米亚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克里米亚问题引起英法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近代指使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也就扮演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那种位置。日本人本来跟英国人、美国人一样，是很不高兴俄罗斯独占满洲的，但是让他单独去打，他是不敢的。但是等到英国人也对俄国人十分不满的时候，他得到英日同盟撑腰，他就敢打了。于是发生了吕孙口战役和满洲战役。奥地利人态度也是这个样子，让奥地利人单独去打俄国人，他是不敢打的，尽管他非常不满意。但是呢，英国人和法国人赤膊上阵，在克里米亚跟俄国人打起来的时候，俄国人势单力孤。奥地利皇帝料定俄国人不敢在克里米亚和巴尔干同时开辟两个战场，所以在英法军队驶向黑海的同时，向俄罗斯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俄罗斯帝国要么撤出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要么奥地利帝国加入英法联盟向俄罗斯帝国宣战。俄罗斯皇帝审时度势，觉得不能开辟两面战场，两害相权取其轻，就集中力量和英法开战，跟奥地利帝国维持和睦关系，把他的军队撤出了这两公国。俄罗斯的撤出使多瑙河，当时国际政治上术语，多瑙河两公国出现了政治真空地带。奥地利帝国派出了少量维和部队进驻这些帝国，但是奥地利并不向这两个公国提出领土要求。奥斯曼帝国虽然提出了领土要求，但是他正在克里米亚焦头烂额的时候，也不可能发兵来控制这两个公国，因此这两个公国出现了真空状态。以前被镇压下去的革命家，现在终于又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时他们看到南方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如此的不争气，完全依靠皇家海军的保护，在俄罗斯帝国撤出、奥斯曼帝国奄奄待毙这个关键时刻，居然都不能够北伐中原。他们觉得依靠自己力量搞革命，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听这些过气的老朽的话，还不如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国比较好。于是他们在第二代革命家、罗马尼亚民族发明家库扎大公的领导下，提出了一个罗马尼亚概念。发明罗马尼亚概念的直接目的是：第一，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可以在罗马尼亚这个新名词统治下统一起来；第二，罗马尼亚意思就是我们是罗马人的后代，不是希腊人的后代，所以雅典的希腊人可以洗洗睡了。1864年希腊宪法不适用于布加勒斯特，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是1996年中华民国宪法不适用于武昌起义的老家湖北省，湖北人要另外建立个金楚利亚。布加勒斯特的这批新革命家通过罗马尼亚这个词，就把自己变成了罗马人的后代，而非希腊人的后代。这对他们来说其实很简单的事情，他们原先把自己变成希腊人的后代，也就是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后缀，什么柯达斯之类的，看上去很像希腊人，那就足够了。现在再把自己名字重新拉丁化，就变成什么德乌斯之类的，前面大半截四分之三内容完全相符，后面四分之一内容由希腊后缀变成拉丁后缀，然后他们就变成了拉丁人的后代。然后他们重新发明一套历史，说这两个公国不是泛纳的希腊人和希腊新文化运动的希腊人创造出来的新民族，而是
古罗马图拉真皇帝建立起来达西亚行省的罗马移民的后代。这个从历史发明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历史发明是完全真实的。就比如说美国，你要说美国他是清教徒的后代，那么意大利人肯定要说我们是天主教徒，爱尔兰人说我们是天主教徒，黑人就会说我们是被贩卖奴隶贩卖的，印第安人说我们是原住民，你们新教徒的五月八号神话其实不适用于我们的。美国尚且如此，现在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罗马尼亚今天的居民组成我刚才已经介绍过，现在不必重复，当然是极其复杂的，各方面都有。罗马的达西亚移民当然也有，但是我可以负责任说的话，罗马的达西亚移民从数量上来讲比斯拉夫希腊人、斯拉夫东正教徒要少得多，也比内亚的保加人、佩尼杰克人个人来说要少得多。发明罗马尼亚这批发明家从血缘上讲不是别人，他们就是1826年希腊辛亥革命这批革命家的子孙后代，他们的父辈在学校里面学的也是跟雅典人一样的国语，但是他们既然决定为了在国际关系上给自己争取地位的话，宁愿把自己发明成为拉丁的后代，他们也就决定顺便把国语也改一下。他们当然这样做就要依靠国语发明家和历史学家了。他们的国语发明家是罗里昂，他们的国史发明家是克塞欧波。我们知道这些名字意义不大，只要知道前者把原有的希腊化的瓦拉吉亚语加以拉丁化变成现代罗马尼亚语，后者出版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部罗马尼亚就够了。这倒不是说是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以前没有历史学家，不是的，以前历史学家写了这样几部书，摩尔多瓦史、摩尔多瓦和瓦拉吉亚史、瓦拉吉亚史和奥斯曼帝国史，唯独没有罗马尼亚史，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罗马尼亚。这就好像说是大明朝和大清朝以及中华民国的弗兰历史学家，他们写过什么历史呢？写过明史，写过清史，写过中华民国史，写过弗兰史，唯独没有写过弗香尼亚民国史。因为弗香米亚民国史在当时还没有创造出来，是在马英九他们在台湾已经彻底完蛋，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不可能反攻大陆以后，弗兰省境内的下一代的革命家、辛亥革命的子孙，觉得自己把自己发明成为汉族、发明成为马英九和农民台同胞，已经没啥意思、没啥好处，还不如独立作战，自己发明出一个弗香尼亚民族，建立一个弗香尼亚国，然后把自己的弗香尼亚语说是内亚人的语言，或者是日本人的语言，而跟台湾的国语和台语都毫无关系的新语言。这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我不再写什么弗兰史，不再写什么明史，不再写什么清史，不再写什么中华民国史，而要写一部罗马尼亚史和弗香尼亚史。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建立起了自己自称的罗马尼亚王国，但是列强仍然只承认这个王国是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联合大公国，他们自己要求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但是奥斯曼帝国坚决反对他们具有独立国家身份。奥斯曼帝国尽管已经没有力量渡过海峡打到布加勒斯特去，但是在外交上他的外交官在国际会议上还在发言的，所以他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始终强调，无论布加勒斯特选出了什么样的地方领导人，罗马尼亚的地方领导人都只是奥斯曼帝国罗马尼亚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存在什么一个奥斯曼帝国一个罗马尼亚或者罗马尼亚独立诸如此类的异端解说。任何人否认一个奥斯曼帝国或者是承认一奥一罗，都要跟奥斯曼帝国发生严重的外交纠纷。列强觉得为此是身份很不值得，于是他们采取了现在对台湾这种做法，一方面事实承认自称的罗马尼亚王国和被称的瓦拉吉亚摩尔多瓦联合大公国事实独立，但是不派大使，只派代表处，同时在外交场合他们只承认奥斯曼帝国，不承认罗马尼亚独立。这种事实类似于1948年外蒙古的事实独立，法律上外交上不承认状态又维持了几十年，一直不等到下一次1878年再下一次俄土战争，导致俄国干涉下保加利亚独立，俾斯麦亲王和比克斯菲尔亲王在英国和德国的主持之下主持欧洲国际会议，这次国际会议规定了奥斯曼帝国的最后解体。直到这时早已经事实独立了几十年的罗马尼亚王国或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公国才正式获得欧洲列强的承认。这次
正式的独立，实际上只是事实独立，把各国的代表处改成公使馆而已，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奥斯曼帝国和不得不承认继承事实而已。对于列强来说，只是把他们派驻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的代表处改成派驻罗马尼亚的公使馆而已。也就是说，罗马尼亚这个名词在外交场合正式取代了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个使用几百年的词，但是直到今天，罗马尼亚仍然是个新词。到今天，罗马尼亚使用的时间也不过一百多年，而瓦拉吉亚和摩尔多瓦使用的时间可是长达五六百年的。1878年以后，无论如何，尽管他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匈牙利边境方面，在俄罗斯边境方面，在保加利亚边境方面，还有各式各样的边界问题。自身的民族方面也有很大问题，因为他那些非常混杂的居民要想通过义务教育的方法接受新的拉丁化的罗马尼亚语，忘掉他们的祖先曾经很费心力学过的国语或者是通俗希腊语，还需要有几代人的时间。但是从此以后，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的罗马尼亚民族和现代的罗马尼亚国家就此站住了脚。至于台湾的希腊主义要彻底崩溃，还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希腊的赵少康或者是康斯坦丁十二世国王以全力出兵小亚细亚彻底惨败以后，未来的希腊才最终放弃大希腊主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国家才从奥斯曼主义，相当于中华民族的奥斯曼主义和相当于汉族的希腊主义的双重威胁之下解救出来。谢谢，今天就讲到这里。